外商的话，我们都是东南亚的比较多。华人在外面做生意的人，他们过年要贴几张的。我们在九月底、十月初都把他们的货都出完了。城市里就卖的比较好，因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很多的家庭都要贴精美一点的，因为全国各地的疫情放开以后，哦，爆发式的大家都卖空了。结果今年你看延续到现在，天天很忙，天天要发货。